Está? 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啊？不能进来啊。看你肯定知道啊。拜拜。
报备过了是吧？天天堵塞。
有那有多远呢？你不知道吗？
健康，请佩戴口罩，不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。Thank you.
地也不低。我跟他说的。
除了屎都吃，哎不是吃了一点吧。他们说广东人是福建人。两广，但我怀疑他们人家是那个，他们还是。
老的车主小何也是出来的，对啊对啊。小何不是赤脚开盘，赤脚盘，对，那你们懂了吗？有的网络还辩解的，还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屁话，上海每天有至少有2车到2车。对，还有一个产业链，有利可图，这些都是。那我放的话，等到以后多养几个，多走一步，越卖越那些，越带。
有。你住了？Thank you.
鸭鹅，鸭鹅也鸭鹅。我开门的。
实体是可以但是不把它拿住。
个地方就好了，就是然后你
多就出了一个。